丽环境，杜绝中国，保持庭院环境卫生，着力打造美丽庭院。庭院内外栽植绿化苗木、花卉草木，美化庭院环境，养成干净，互相监督，人人身上有责任，人人心里讲义务，形成全社会监督管理环境卫生的良好氛围。整治人居环境，人人参与，家家受益。您的每一份努力都使我们的村庄离文明更进一步，您的每一份辛劳都会为我们的家园添色，您的每一份热情都会激起更多人的文明意识和责任意识，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做起，践行文明行为，争做文明公民，共创文明新风，用热情和真诚，用心情和汗水，把我们的家园打扮得更加整洁，淡化整治村庄环境，携手共建美丽乡村。农民朋友的倡议书，尊敬的广大农民朋友，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，环境优美、生活甜美、社会和美的重要举措，在农村环境净化整治行动，改善提升村容村貌，巩固生态和生态市创建成果。社文居办向你们发出倡议：一、积极行动，争做净化整治保洁员，环境整治，家家受益。广大农民朋友要在农村环境净化整治中当主演、唱主角，齐心协力打赢战争。生活垃圾分类头，积存垃圾定时清，秸秆柴草码整齐，粪堆物要沿街放，清理畅通荷塘沟渠，排查治理黑臭水体，实现水体清洁。臭水搞好，农田相当。乱堆乱放，乱搭乱建，乱涂乱画，实现街巷整齐。二，从我做起，努力践行，争做净化整治宣传员。代表人民公开，农村环境整治事关自身权益，是自己的家务事，不是事外事。养成良好的家庭卫生和个人习惯，努力打造。农村环境美起来。我居住环境，从现在开始，从自身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以模范行为影响带动身边人，把文明意识、卫生观念和良好行为习惯传播到家家户户。三，齐抓共管，发挥作用，争做净化整治监督员。村庄大家居住需要共同守护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系统工程，广大农民朋友要争做参与者、建设者，不当旁观者。努力保持环境卫生清洁，通过自己行为一点一滴改善人居环境，一年一行成就美丽乡村。人人争做监督员，对乱倒垃圾、乱泼脏水、乱停乱放等不良行为劝阻劝说，形成全社会监督人人支持的净化整治良好行为。广大村民朋友们，开展农村净化整治行动，时间紧迫，任务艰巨，你我多一分自觉，村庄多一分整洁。爱我家乡，美我家乡，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，建设干净整洁的家园，尽一份心，出一份力。大连市农村人居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整治人居环境，致太平街道居民的一封信。广大居民朋友们，太平是我家，环境靠大家，保持整齐有序的居住环境，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是我们共同的愿望。近年来，太平街道持续加大人居环境整治力度，加大实施全面整治农村生活垃圾，提升污水治理水平，城乡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。为进一步巩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水平，人人参与，共建共管的良好，再次向广大居民发出倡议：人人行动，清理基层垃圾，从现在做起，从自己做起，自觉做好门前三包，自己主动防前屋后的积存垃圾，乱堆乱放，乱贴乱画，乱扯乱挂，彻底清理和整治不像河道、池塘、沟渠、路边等公共区域，不要扔杂物，垃圾箱始终保持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有序。人人参与，打造美丽环境，自觉遵守村规民约，保持庭院环境，着力打造美丽庭院，可在庭院内外栽植绿化苗木、花卉草木，优化美化庭院环境，养成整洁的卫生习惯，把家庭打造为庭院美、不废品。
的标杆。人人有责监督环境卫生，环境卫生的义务。对乱倒垃圾、乱堆杂物、乱排污水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劝说，互相提醒，互相监督，人人身上有责，形成全社会监督管理环境卫生的良好氛围。整治人之环境，大家受益。您的每一份努力都使我们的村庄离文明更近。您的每一份努力都是更多人的文明意识和责任意识，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。你现在以生活法律管理提倡文明行为，尊重文明公民，更好文明，我们还有一个把我们的家园打扮得更加整洁。通过监测，从监测从环境的检查中，现在发现有持续出现空气质量的考究，再次回到大会，环境局局长稍稍计划整治行动，委托我们的森林村落共同协调。全民参与，积极行动，争做净化整治保洁员，环境整治，人人参与。大家受益。将环境净化整治中当主演，唱主角。环境污染，环境污染，我们强调。垃圾。环境污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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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乱搭乱建，乱涂乱画。实现街巷整齐。二，从我做起。人类通过净化的运动和健康人，我们实行二个项目。